我这边的参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哈，这个初选，其实伫个我，顶届的时阵吼，我都意愿，因为看到基隆市吼，这即个建设拢是非常的，对北关市拢无遐多，人对人袂着，所以迄当阵的议长。也是阮的前黄锦泰议长，他，伊就感觉讲，伊要出来比我搁较适当，所以我嘛认为伊较少年，伊的能力嘛袂歹，所以我迄当阵也就，决定讲来给伊支持，但是后来嘛唔知影讲会变成这个效果吼，实在是真可惜。我这次的参选上重要就是因为。我也参政已经31年啊！伫个这个过程当中，对家人的熟悉，我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边我有意愿要出来为基隆市所有的市民来服务这嘛是我心中吼一直感觉讲对基隆人这个愿望的这个完成。卖予人认为讲，家人头长期以来，那变作一个无法度树立真济市民会当非常快乐的这个生活真济伊的下一代拢爱去外县市来就业，这点予我感觉讲真遗憾，而且主题来替咱家人来服务，所以我。决定这次吼出来，当完这个党部的这个初选吼，如果我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做了搁较好，吼，即个基隆市的市民会当对我有信任感，这点我一定会做会到，所以希望讲坐即个市民，伫个我30几年这个服务的当中，对我的认识应该是。非常的了解，希望大家一旦给我支持，好，这个机会，同我对大家来服务，谢谢。